easy 啊 ，final check 从来没这么快过，不错。 哎呦我天！就你这个活儿，简直是，你这文件堪称国会大厦装修，我天！你这文件比那这是吧？咱就装个卫浴，至于吗？哎，喝点饮料庆祝一下，能喝上你家一口饮料也不容易，是不是？ 我们这个工程整个完工了，然后今天 council 的 inspector 过来 final check， 然后 pass 了，就相当于这个工程政府认可了，完全结束了。这厨房一个人用着爽吗？就是我给你做这么高级的厨房，你还是吃这个啊？没差吗？当时没厨房的时候 ，James 就天天吃这个，是吧？现在有厨房了，吃习惯了啊，有厨房也不用了，是不是？现在。 James 跟之前唯一的区别就是吃完可以把碗放洗碗机哈，不用人工洗了是吧？现在内嵌式洗碗机，半内，对，这个叫半内，不错。哎呦，这个都买上了，我就发现你哈，就这个架势整的挺像那么回事儿的啊，虽然不做饭啊。 这些小零件啊，样样俱全哈、啊。你看这小蒸锅啊，烤箱啊，这是蒸箱里的是吧？嗯。哎呀，虽然不做饭哈、啊，家里这个电器是档次是够高的啊。哎呀，这微波炉啊，微波炉加烤箱，是吧？然后这个是烤箱加蒸箱，是吧？不错哦。 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就带大家看一下 James 家这个工程完工以后是个什么样子啊？这个小地板啊，这是个摄像头是吧？还没装完哈，自己装，厉害了，这都哪来这么大自信啊？啊，看完我装修你就自己装摄像头了，可以，祝你成功啊！好嘞，咱们这一进门啊，哈，你这新换的密码锁是吧？ 这个牌子新西兰不常见，比普通的这个档次还是要高级一些。四个按钮，我按一个，它其实是三个嘛？是三个数字，你不知道具体是哪个。对，然后又是指纹是吧？又是钥匙，又是卡哈。嗯。手机可以控制吗 ？WiFi 可以。啊，那还是比较高级的哈。手机通过蓝牙。OK， 好嘞，这是一进门啊，当时一进门是什么样子？是一个黄色的一面墙，对不对？ 木板，一块一块方块的。对，你看现在这个多舒服，它跟这个其他房间融为一体了啊！你看你现在摆上绿色植物，这个木纹的 shelf， 还有就是这个背景的这个墙，白色的，挺漂亮的，看上去就一进门给人感觉挺舒服的。关键是配上这个木地板，这就搭配了，是不是？ 这个是瑞木的地板，我们做的这个抛光啊，我们用的是这个哑光的效果。咱们来介绍一下客厅啊，这个是客厅部分，没什么大改动啊，只不过是我们把它这个墙全部给拆掉了，然后做的这个加固。 啊，当时这个 living room 这个空间是比较小的，我们把这个厨房的 pantry 给打掉了，然后给取消了，现在变成一个方方正正的 living room。它这个沙发现在格局就全部都能放下啊，窗帘是换的新的窗帘哈，然后这两个窗我们是换的是隔音的新的铝合金门窗啊，当时有安装的视频就在这个方向啊，电视都没动过啊，这都，就是这个地板跟以前肯定是不一样了，这个视频的效果。 这个当时我记得这个上面你放了好多的植物哈，现在呢植物不多了，是不是死光了？是不是？哇，这还有灯啊，不错啊，就是厨房有点乱啊，该收拾一下了啊。嗯，咱们这个厨房是全新啊，精心打造啊，这个电器呢我们也是精心安装的啊，绝对的
顶级中的顶级啊。然后这个是个 coffee bar 是吧，单独添加的，是不是本来是没有这个区域的啊，对，愣是给加出一个 coffee bar 的，对，是不是，这还是一个大的一个 pantry 啊。所以说你这个厨房现在的空间就特别大了，单独这个 coffee bar 点睛之笔是吧，你这个厨房一共就两个点睛之笔啊，这是其中一个，等一下我给大家介绍一个第二个在哪里啊。这样的话上面你可以放点东西是吧，咖啡了花了是吧，装饰品是不是，还有灯是吧，这是一个小台面是吧，给你做咖啡啊，放点东西用啊，很实用的一个操作平台。然后呢再往这边呢，咱们就是这是标准配件啊，烤箱，双烤箱是吧，这边呢咱们就是一个 pantry， 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转角柜，为了跟这边的柜要进行拼接嘛，所以你必须要设计一个转角的一个东西，那肯定是设计成转角柜的是吧，这样的话关上门既美观是吧，又可以装很多的东西。然后这面就很简单了，你赶紧的吧，拍摄任务紧张，怎么你还调上角度了，还运上镜了，还那个这边就是很简单的吊柜啊，上面吊柜抽油烟机是这个之前介绍过的啊，德国的这个大犀利的抽油烟机。然后就是冰箱是吧，这边设计就很普通了，就是上面是吊柜，下面是台面，然后抽屉对吧，柜门冰箱，然后冰箱上面你可以放些酒柜了或者是什么样的，那个设计就随便设计了，酒柜你可以放大酒柜小酒柜，就是这个取决于个人的这个品味跟个人的喜欢了。然后接下来呢，这儿呢就是一个中岛是吧，这个中岛就是大家这个厨房的位置如果足够大的话，还是建议大家加一个中岛，这样的话它就特别的气派是吧，你这个房子如果这个厨房再大一点没有中岛就没有这个亮点，你现在加一个中岛而且比较实用，坐一下聊会儿天喝点酒什么都可以啊，对吧。然后这个水龙头也是挺有特色的啊，之前介绍过的这里就不多介绍了啊。这些深色的这些板材呢，这其实是一种亚克力是吧，但是这个亚克力不是普通咱们认为的那种亚克力啊，这个是哑光，这个哑光效果，而且摸上去是 soft， 对，就是 soft touch， soft touch 的这个技术，所以说这个质感就特别有质感，而且你看上去这个光现在打在这个上面它特别的柔，你看到吗，你摸上去它不硬，所以它是软的，你就感觉这个材料怎么对吧，像是假的像是软的一样，其实它是硬的啊，就这种感觉，德国技术，这个对，这个技术是德国的一种技术啊。然后呢这个颜色我非常满意啊，这个颜色要比这个我认为要高级一些。咱们接下来呢介绍一下这个台面啊，这台面就不用多介绍了啊，这个高手一眼就看出来了，天然石是吧，这人造不出来这个效果，这个大自然呢，来你让人给我造一块出来，你看看咱们人造石的那个纹路多么的简单，要么就是太花了要么就是太简单了，你看看人家这个纹路这个质感是吧，这个灯光下这每一个裂痕它吃进去的这个毫米数都不一样，你感觉这是好，这个石头裂了一样，对不对，是不是，还有这个皮革质感，这个皮革质感啊特别清楚。还有一个小亮点呢，就是它这边石头台面做了一个瀑布效果是吧，然后如果有条件的朋友加一个这个瀑布效果，会比这个木头啊直接收下来会比较大气一点啊。我挺喜欢这个台面，就你这个厨房啊，我最喜欢的如果是材料来说哈，我就是这个板材，这个亚克力板材确实震惊到我了，这个颜色的饱和度特别的好，就是它不深不浅，就比较大气比较雅。然后第二呢就是我喜欢的材料就是这个石头，再没了，你这个厨房我再没有喜欢的地方，我再就是喜欢这个石头，是不是，这石头爱不释手啊，对，我擦的时候也一边擦就一边高兴，欣赏，就是有种这个一边擦的一边欣赏艺术品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说你一边擦一边在欣赏这个石头的这个纹路，对，然后擦的时候心情很好，你都擦出心情来了，这个裂痕的这个效果哈，这种天然的纹路真是你每摸上去，这都是些这个地球造这块石头的时候是不是
它有一种时间的沉淀在这个里面。它这个 cooktop 安装的跟这个石头台面是完全平的，是吧？凹进去了半毫米左右，一毫米不到。这种做法叫做 flush mount， 就是跟它是平的，是吧？这锅你看直接就能移下来，嗯，对不对？擦的时候好擦。对啊，擦的时候也好擦嘛。大哥，你这擦过吗？大概也擦了一下。你这个脏已经震撼到我了，我忘词儿了。现在刚说哪了？正常一般人家里啊，你看看你们家是不是这样？这个 cooktop 是 over 出来的，它是放在台面上的，你这个边会有一个凸起，对吧？正常师傅给你打个胶，有的连胶都不给你打啊，这是正常人家里。其实我比较推荐这种 flush mount， 既好看又美观，是吧？而且清洁起来又方便，比较实用，而且看上去就比较高大上，是不是？嗯，石头公司算是一个小小的失误，在我这儿他就过不了这关。你要能做到这样，我就一句话没有，我就 OK， 我就给你过。你要是让我调，我肯定调的比这个还好。但是就是说，正常来说，你做到这个效果，我就能过 OK。你做到这个效果，我认为就是颜色调深了。是不是？还有呢，就是这个厨房啊，能加灯条的朋友们还是要把它加上，大家可以实际看一下这个效果啊。当然晚上效果会更明显啊。大家觉得有没有必要的话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。你把它关掉，如果在晚上，或者说马上就你看不到这个质感，是吧？小情调就上来了，是不是？啊 ，James， 你每次做饭的时候小情调是不是上来了？厨房第二个点睛之笔在哪里呢？就在它这个 pantry 里面。大家现在看啊，这个位置之前是一个后门，对吧？之前介绍过了，它是一个后门的位置。这个 James 也是通过报批把它合法的加建出一个小的空间，单独给厨房，这个造价可就大了啊。但是值不值呢？这个造价值不值呢？值，值啊！行，你说值就行哈。嗯。OK， 这个呢就是一个小的。Pantry， 本来想把它做成一个 walk-in 式的，其实现在呢，这叫什么呢？半 walk-in， 对不对？只能走进去一半，但是很好用，是吧？嗯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，你看，我人只需要站到这里就 OK 了，是不是？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得到，不高也不低，对不对？你看厚度刚刚好，大家一定要记着 ，Pantry 最大的容易犯错误的地方就是。你的这个 pantry 的板太深，你空间够可以，你空间大部分人的空间是不够的，他才希望做的深，这样的话就中计了。当你做深了，你这个 pantry 是其实是不好用的，因为你够不着，是吧？好的，这个也是第二个点睛之笔，这是大佬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。所以有条件的朋友，如果家里位置够，还一定要做一个这种 pantry， 深的非常实用啊。接下来又来一个点睛之笔啊，就是这个小的洗衣房，当时给大家介绍过吧，是吧？这是完成以后的效果，全新一个洗衣柜加一个台面，这个也是天然石跟这个厨房是配套的。然后他做了两个这种简单的 shelf， 然后呢这个瓷砖，哎，你看这瓷砖啊，这个质感啊，很像是手工打造的瓷砖，这个也简单实用啊，这个也不怕水啊，新换的窗户。是吧？然后 shelf 上放几盆花的，对吧？这比较不错啊。好的，然后这个空间餐厅没什么变化啊。嗯。就是墙的颜色，对吧？墙的颜色我们给改了，然后顶的颜色，包括门框的颜色啊。这边呢，我们就是给它重新换了一个新的铝合金门窗，它是这种推拉式的，新的铝合金的门窗。这个铝合金门窗是38 STC 的隔音系数，所以这面积很大啊。现在看到我这个做完的这个作品啊，现在心情还是很愉悦，是不是？这个镜子啊，咱们这个黄金镜，哎呀，你看看这个黄金镜，这个感觉，真是金光闪闪啊，金光灿烂，是不是？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细节啊，我拍的视频，我们装修完的这个效果跟这个作品，哎，咱们就不怕人家拍细节，是不是？没挑出毛病啊，用了这么长时间。嗯，打胶方面啊，方方面面的，没挑出任何毛病啊，没毛病。嗯，那就行啊。细节方面，我认为我们做的还是不错的啊。
我买完以后才发现它能调的居然这么黄，我一次见过这个灯可以调这么黄的，我严重怀疑这是个残次品，是不是？确实挺好看的。嗯，晚上这个效果简直是，配上这个金色的水龙头、金色的把手，简直是这个效果，这都无法形容了，就比较特别暖，是不是？而且这个光，这个房间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这个灯光我给它调的是暖光，这个空间也比较大，我是想让它比较温暖一些。你看这个瓷砖的颜色都是比较暖的这种颜色，是吧？这个浴缸呢，这个质感也是不错的啊。哑光，这是哑光啊，就是磨砂的感觉啊，就是、全包式的一个普通马桶，就是它后面是看不到任何管子的。然后镜面呢，我们当时设计了一个小吊柜，给它装在这个角落，你在外面还不太容易能看到，是吧？你要拐进来才可以看到。这样的话，这上面还可以放点花，放点什么，当一个装饰品还是不错的。然后这个呢是毛巾架，只不过这款毛巾架是没有加热功能的，我们留了电源，你将来还是可以换成加热功能的毛巾架。这个卫浴上面我们设计了一个从墙出的独立的大喷头，然后这样的话水洗起来比较舒服啊。然后还有一个小喷头，你可以自己选择。这里面呢是个肥皂盒啊，我们当时就买了一个，然后放着做的防水，贴的瓷砖。这面墙也是个 feature wall， 是吧？看不大出来啊。那个 feature wall 它不要搞得那么突，对吧？什么这边是黑的，这边是白的，你才让人知道它是 feature wall。正常人是知道的，你不需要搞那么突，搞得那么突出，反而视觉的冲击感太强。你看现在它俩是一个系列，但是你仔细看还是会看出来它是不一样的。还有就是卫浴装修呢，大家一定要知道，这个玻璃是一定要换成，当然你换新的窗户也可以，或者呢这个玻璃单独要换成这种雾面效果，然后 safety glass 防爆玻璃啊，就是这个瓷砖所有的这个对的角全部用的是这个45度的拼接法，不需要加一个铝条，当然加铝条是标准做法啊，只不过是这个房间我们不想希望颜色那么多。那个铝条有好多种颜色，但是你如果这儿再加一个金的，反而就显得画蛇添足啊。我们就宁愿让这个瓷砖把它两个融为一体的感觉，拼一个45度，在远处就看不大出来。这个对瓷砖师傅的要求就特别高啊，所以说大家可以选用这种做法啊。对，肥皂盒也是啊，我们这样的话周围就不需要那个铝合金的那个边条，是吧？包括这个shower的这个边，是不是？大家可以看这个下面shower的这个边啊，全部是45度拼的，就没有那个铝合金边，对吧？不管你什么颜色，多了一个铝合金边，看上去还是有点，怎么说呢，不太自然。反正这种是比较自然嘛，对吧？融为一体的感觉嘛。这个洗手盆这个设计啊，是不是？包括这个弧度和这个感觉哈，空的。这是粉色的嘛，所以跟别的颜色都不一样。就是特别突出来，对，但是不是很冲击。这个卫浴是我感觉啊，我个人觉得比那个卫浴要舒服一些。就是因为它暖，我喜欢暖的颜色，对吧？那个卫浴我是咱们走的风格就是冷色系，灯也是冷色系，所以说这个完全是两个风格哈。OK。这个屋呢因为有隐私啊，我们就不拍了啊。其实我们就是换了个窗户，对吧？然后重新油漆了一下，没什么任何改动，然后地板呢也是重新打磨了一下。好了，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客房，是不是？客房没啥隐私啊，随便拍来，没啥隐私随便拍，也没什么大的改动啊，跟上一次好像差不多啊。窗户这个房间用的是38STC 的隔音系数的新的铝合金门窗，亮点可能就剩油漆了哈。我们这个油漆刷的 James 满意吗？满意，满意。挑出毛病了吗？就愣是没挑出来哈。拿灯照啊，就是没照出来任何毛病，是吧？咱们这个自信啊，这个油漆是刘师傅，是我们的这个刘师傅哈，专业油漆工做出来的，还是不一样。确实我也没挑出毛病啊，这说实话正常都是我先挑毛病啊，我没挑出来，后来给房东了， James 也没挑出来，哎，高手，咱们得给刘师傅点个赞，这个确实不容易啊，房东没挑出毛病的，这还是我头一次见过啊，这是非常的不容易的，这个油漆刷的简直是
我这个框子是旧的框。对啊，它你墙也是旧的墙啊，你顶也是旧的顶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刷成跟新的比新的还要新。门也是旧的。旧的嘛，那你还想对吧？你油漆功能刷成这样，就我就可以了，是吧？真的是要点个赞了啊！这报批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是什么呢？就是在这个主卧当中加一个卫浴。其实你当时报批的这个初衷就是这样，对对不对？结果没想到牵扯到一大堆别的东西出来啊！嗯，咱们先看看这个初衷现在做的怎么样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是灯啊 ，OK， 你看这面的感觉呢，是不是大家就有一种比较冷的这个感觉？灯我调的是 natural white， 然后这个镜子是冷光，然后这个窗户啊就有点发白，这也是挺冷的，这个感觉。哇，那黑色毛巾架啊，这都用上了啊，怎么样，好用吗？就是不是特别的热。不是特别热，因为数不是很高。瓦数才十几瓦，一共才40多瓦。人家旧的那个是90多瓦。没让你用。嗯。我是让你看用的。嗯。没让你真用，是不是？咱自己挑的东西含泪也要把它用掉啊，这跟我没关系啊，不是我买的啊。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是花洒啊，洗澡的这个淋浴喷头。这个形状还是挺可爱的啊，心形的啊。然后窗户呢，这个厉害了啊，这个窗户咱们可就厉害了，着重介绍一下啊。45STC 超隔音玻璃，这个玻璃非常非常的重，这个就普通的马桶啊。位置设计很紧凑啊，洗手盆、马桶、shower、walk-in shower 啊，现在比较流行这种，走进去洗完走出来，因为你全部都有地热。所以说也不会有潮的问题，也不会有水的问题啊。再加上你的风扇是比较给力的，所以这个方面我就不担心了。正常来说，肥皂盒其实应该设计在这儿啊，对吧？这样的话使用起来比较方便。我们为什么特意给它放到这边呢？就是因为这边怕影响隔音啊。这个卫浴呢，这个水盆的颜色跟刚才那个盆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啊。这叫什么？杏仁色，不错，挺漂亮的。然后这是干 metal。关于这个 vanity 我就不过多介绍了哈，大家应该之前的视频看过不少了哈，尤其是这个问题对吧，尤其是砸这个瓷砖的时候那是相当的精彩的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嗯，它这个地热系统呢是操作比较简单，而且这个质量过得硬啊，这么多年了，这个品牌在本地销售 Hotwire， 它可以控制毛巾架，在一个面板上控制它是比较方便，比方说定时功能，你的毛巾架想让它几点开几点关，这个上面都可以实现。这个所有的开关插座我们用的是这个 PDL 当中的 Iconic， 然后它有不同的颜色啊，我只是给你选了一个标准款，就是白色啊，加点钱我给你换黑的，懂吗？嗯，好了，这个是主卧。这个报批工程的重点呢项目我介绍完了，接下来就是我这个所有的工程当中隔音工程终于完工了，对吧？检查合格了， console 来检查根本就看不懂，是吧？ console 来直接就蒙掉了，你这个做法根本就他不懂，没人这么做过。新西兰来说，这个在隔音方面就是个空白，天方夜谭。你不要谈隔音，你质量过关就 OK 了，不要跟我谈隔音，对不对？没有新西兰人在乎隔音，唯独 James 在乎隔音啊。所以呢，在他家呢，我们也进行了一场大型实验，结果最后实验的结果肯定是成功的。对不对？还是比较满意的嘛，比原来提有明显提高。是，这面墙，这所有的墙啊，全部都经过了隔音系统的安装，而且这个方案是我跟 James 在现场，我们俩自己研究的，自己定出来的隔音方案，但是效果非常的好啊。以后大家有隔音这方面需求的话，这个装修工程上可以找大佬啊。听到有铁的声音没有？有震动的声音，有晃，有什么东西在晃，你别管，晃是很正常的，就是让它晃。这个房间里所有的这部我们当时是全部把它拆掉了，然后一直拆到这个框架。然后首先呢，我们框架里面放的是这个隔音的保温棉啊，也叫隔音棉。放好以后呢，我们又放了一张隔音毯，顶上也放了，墙上也放了。隔音毯是很厚的一层胶皮哈，它就是起到了隔音作用跟缓冲作用。然后在隔音毯上我们又放了13毫米的隔音的 Jib， 封好以后呢，我们在这层 Jib 上又做了隔音系统的 channel， 就是这个铁条，然后加 clip，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了一层
13毫米的隔音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层啊。所有的开关、电盒、插座的里面，我们又放了这个隔音泥，所以来确保任何的缝隙都没有，包括所有的 JIB 上的接缝全部打的隔音胶，顶也打了，底也打了，窗户周围全部都打满了隔音胶。我们当时打了无数管，已经记不清了，反正不到100管啊，差不多了，几十管了已经。所以说这个房间的隔音，大家现在拍视频一点杂音都没有，你早晨可能都听不到鸟叫声。嗯，鸟叫听不到，对对吧。这个房间的隔音包括这个窗户啊，是下了血本的啊。我们大家听听这个声音啊，是不是跟实心的一模一样啊？这声音根本就不是普通玻璃，这隔音系数绝对是很高的。再重的话其实所以就装不上去了，就太重了，就对对对。当然你要求太高，你比如说你要求60 STC， 那我们怎么安装啊？那咱起重机来给你装。再说你的这个旧房的这个墙不一定能受得了，真能给你压塌了啊。嗯，这窗台为什么这么厚，就是因为我们加了隔音系统，把它原有的墙给变厚了，所以这个窗台感觉就特别厚，是吧？能坐人嘛。嗯，是不是？是平时来个朋友啪就坐窗上聊天，是不是？嗯，这个顶当时做也特别的重，我们用的起重机把它吊上来的，要不然我们人工是举不起来的，太重了。隔音毯是1平米8公斤重。对，然后这个房间呢，我们做的也算是一个实验性的一个项目哈，就是这个隔音到底可以做到多隔音。其实我现在就可以打保票，你只要让我足够厚，我能做到完全隔音。你这个隔音，你一定要给我空间来让我的隔音系统来进行安装。你如果没有空间跟我谈隔音，那不可能。没人能做到这个效果。我们现在牺牲了5公分的距离，包括顶包括墙，把它压缩5公分的距离就能达到这个隔音效果，你相当不错了。你如果让我牺牲10公分，我可以做了更好的隔音效果，对吧？但是这个隔音窗户肯定又是最弱的一个点，就是窗户，对吧？你所有的声音你墙做的再好，它肯定还是从窗户的缝隙往里进，窗户还可以再做一层，在里面再做一层。所以说腰包能不能顶得住吧。嗯，你要顶不住咱们现在就可以了、嗯、你要说能顶住咱们接着顶啊，我奉陪啊，对不对？主要就是你得有个度，你既然现在鸟叫都听不到了，你还要干嘛？嗯，就你非要外面导弹听不到，你对不对？你800年听一次导弹吗？现在就明显比原来有提高，现在是。那肯定了吗？你开玩笑呢，我还没走呢啊。你的意思是我花了半年心血你跟我说没效果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呢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好了，现在这个房子咱们也介绍完了哈。好了，刚才呢 James 这个项目呢我们介绍完了啊，大家通过这个视频呢也可以对这个装修理念上的一些深入的了解啊，也看一下我们的工程的这个质量，包括这个最后的效果，今后大家装修的时候有可能会对自己有些帮助哈。感谢大家的收看啊，然后也感谢这个 James 啊，教会了我怎么拍视频哈、啊、也成功的建立了 YouTube 这个账号，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些关于装修上面的一些视频跟精彩的一些内容啊。这今天 final check 也过了、嗯、是吧？我应该不需要来了啊，就下次来就可能就是说你请我吃饭的时候我有可能会出现一下，是不是啊？视频也拍了啊，这个在你家你还真别说挺高产的，你这个地方50多个视频你家占10个，当时拍了好多的视频，有一些都没上传，回头我当一个花絮来拍一下啊。那今天呢也是这次家里完全结束了啊，哎呀明天就不来了，也挺怀念这个地方的，是吧？Molly 也跟我成了很好的朋友啊，这个也是经过这么长时间我们的共同努力哈、啊，造就了这个项目。James 也是非常满意，我也非常满意哈、啊。我们心血跟时间还有金钱上面都花的是比较值的，是吧？起码到现在没有什么后悔的。如果是唯独后悔的，如果说现在可以选择的话，你现在是要干嘛？换个结构方式啊？还有能省一些？你不把我换了？你不换、嗯、别人就代替不了啊，是吧？这个地位绝对在你心里绝对是杠杠的啊，站住脚了啊、嗯、那个结构工程师呢确实不怎么样啊，这个
不太为客户着想啊，乱设计，他不在乎金钱上的，也不为了为这个房东省钱啊，他只管怎么方便怎么设计，人也不来现场，那就算了。关键是你设计错了，这个是我无法忍受的，是吧？他人不到现场，设计了几个加强的墙，一共20个，错了14个。这个结构工程师懒到直接拿到设计师的图纸，就把那个数字当成准确数字来告诉我进行加固。结果我加固的时候发现，所有的数字都是错的，不能说所有，80%是错的。这是一个小小的插曲。嗯，所以大家选结构工程师跟这个设计师还有施工团队啊，相当重要。好的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节目见。最后呢，还是再次感谢这个 James 的帮助啊，这半年来对我这个视频上的指导，是吧，对这个拍摄的技巧，还有这个就是你这个耐心程度，我已经算是服了啊。就这个房子装修上也是啊，怎么都赶不走，这一点儿我还是觉得挺那个的。直到我们打磨地板他都不走啊，终于是上油漆的时候好像是搬走了啊，就打磨地板他都住在地下，打了个地铺，每天都得挪那个床啊。对，人家是晚上睡在地上，是吧，白天的时候把床翻起来，然后挪一个位置给人家磨地板的师傅来操作空间，是吧。我也是服了，磨地板师傅也服了啊，就说这小伙子怎么这么恋家呢，就是不走了，怎么都赶不走，那灰尘大也不走啊。然后后来实在是把你赶走的，是因为是我们要上这个地板油漆了，那是人是不能进来踩的，那才把你给赶走了，是吧。赶走了一个周啊，一个周啊，不长啊，是吧。然后呢经过这一周地板干了， James 又搬回来了啊，第一时间搬回来了，比我都早，他是第一时间进来看这个地板效果的啊。正常来说都是我第一时间来检查这个工作质量，哎，这次咱们 James 厉害了啊，第一时间就赶紧搬回来了，是不是。好了，那节目最后呢咱们再看一下这个地板的效果，咱们给大家欣赏一下啊。好，咱们看看这个地板的效果啊，这个是一等的瑞木磨出来的效果，我们用的是这个哑光啊，所以看上去它不是那么的亮啊，就要这个效果。我觉得这个效果已经相当震撼了，它这个花纹啊都是天然的纹路，而且这种老房子大概有70-80年的寿命，它的这个地板的质量跟这个质感是现在地板根本无法相比的。这全房打磨的这个地板啊。